流，生命便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要回去吗？所以看到出家人就想，他们怎么要出家，我怎么没出家、因为快乐自在来自于放下，放下压力。所以佛陀说，家庭是个逼迫，家庭如牢狱，世间的家业到出家的一天，但是世间的爱家庭煞无出家，出家的一天啊，永远白条的。所以人生当然嘛是要得到快乐，但是快乐有暂时的快乐，甲究竟的快乐。其实世间的一切快乐拢是暂时的，所以叫做无常啊，无法度控制，也带袂去。所以你伫个这个世间爱愈侪物件，都、就是讲你要走，你就足艰苦，走袂去啊！爱东爱西，你就无多。敢那天顶的神，天顶的神也要死哦，袂破病，足艰苦。像喏，伊的爱人啊，遐尼侪啊，伊拥有的物件遐尼侪，伊拢走袂去，因为足艰苦，爱别离苦。那如果怎样讲啊？一天人啊死去，所以就要去投胎。弄得恶毒，所以天顶的神啊，要死，给他救一项，投胎做人，投胎做人啊，同就做人够机。但是呢，不是你要做人，就有机会做人，因为你福报享受完，起码一下你就会做畜生道，做鬼道。跟他释迦牟尼佛讲故事讲，除了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迄、那个玉皇大帝皈依三宝七戒，够机会。好世人做天神，释迦牟尼佛进前的六个玉皇大帝拢对了什么道，乃至对了地狱道。所以这个意思，各位爱听来去思维，人卖去欣羡别人，厝足大金，足侪钱，足够读册，足够唱歌，足够做能力。那么咱来修八关斋戒，拢无咧拼这個，咧拼什么？来念佛、念法。念经、念来世、念世界、念布施，那释迦牟尼佛来叫人念翁、念某、念囝、念钱，因为迄代物件是足痛苦的代志，足无奈的代志。所以呢，都要暂时法师说，来念一下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哎，你个想看嘛？你即马坐咧食，无翁无某无囝无厝，有快乐无？有一块椅啊，就真好啊！啊，暗时个免食，看我做主人。
所以有人说，不要破病就好了，这也是事实，不要破病就好了。你来走这个肉体的病苦，你来赶紧解脱生死。阿罗汉就是说，哇，这个身躯很艰苦，世间的偌济钱花拢无效，这个身躯轮回很艰苦。所以呢，要赶紧跳出轮回，不爱投胎做人。这点过去一定要去思维死亡啊，一个人的死亡的轮回一直痛苦，所以咱就需要复活。但是大乘复活呢，更加究竟。唔免脱离生死，唔免消灭贪嗔痴。安怎讲？咱们这边来，思维空性，应无所住。应无所住是无所求，破病也好，健康也好，有医也好，无医也好，有钱嘛好，无钱嘛好。但是呢，你有一个解脱的心。什么叫做解脱的心呢？了解万法拢是虚幻的假。大家都会背啊，念一下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假设你现在身躯在破病，请问破病是真的还是假？有为法，暂时来，暂时去。那一天你说，哎呦，死很艰苦，我要生，这生死也是有为法，死是另外一个生，这样理解啊，换一个衣啊，换一台车，换一个身躯。如果你的内心够无明，够执着，你换过较济嘛，是过来轮回更加艰苦。和你做天神，我虽然和你做好野人，但是你嘛咧烦恼讲要安怎死，安尼啦，啊死了也袂去躲，这叫做无究竟。但是生死的痛苦，来自一个无明执着的心态，你要甲扳掉的，安尼才是痛苦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叫咱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是讲咱爱有一个真实上的观照了解。念一遍来，变化无常，所以一切拢是变化无常，无法度控制。好啦，随缘，随缘就好啊啦。咱即马就无随缘，我唔甘愿，我要摕到，我要占到，足艰苦。所以佛陀希望各位常常安尼来过八关斋戒。尤其我台湾糟透透，咱这个所在痛苦，凉凉啊，风吹哪度孤哪听佛经，佫袂歹，心情也无好，去后壁 shopping， 看是要买香还是要买念珠，拢无别项，干那些人啊，咱是看佛经免钱，啊，佫行行绕佛塔，啊，无来点一下灯，这个都生命啦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都要在好好啊，行来行去，就快乐。咱呢，安尼享受当下的快乐。啊，今麦呢，今麦要来拜托别人嘛，快乐，安尼利益啦。啊，所以一切拢放下，啊，充满慈悲心，安尼就好。所以各位要常常练习吧。啊，卖哈林无用，卖哈林无用，钱有够就好。啊，卖哈林贪，消欲低足，卖跟人比。所以过去薪水一万块，一万块就算好啊。阮出家人才五千，啊，五千嘛，佫有存钱，啊，因为无咧用钱，所以买牙膏、买牙刷，安尼样，啊，然后过去寺庙内底有真侪旧的衫、蒙穿，所以安尼咧过日子，啊，这人烦恼有。烦恼翁，烦恼钱，烦恼囝，烦恼事业，搁真侪毛事。你甲看后摆选去倒一个要调，这敢那有关系吗？啊，咱是念阿弥陀，随缘，什么人调随缘。啊，咱拢该祝福，卖烦恼。但是你有去插，你去插政治，你去插这个，这叫做执着。你要给靠家己找艰苦。但现在的人就是无聊，一定要去插这，不然要活了要创啥？啊，想钱啊，想那啊，想子想孙啊，啊，真侪技术么？输你明仔在中岛要吃什么？哇，这蛮烦恼呢。啊，你今摆甲我讲啊，我甲你准备便当啊，你哦，你好就烦恼，我唔知咩。我今摆在你过了情况，你开烦恼明仔在中岛要吃什么？啊，啊，你要点什么菜？哇，你就超烦嘞！啊，
所以我想各位要练习啊，放下不是放弃，你说那么我关心的是我的心态有保持在空心，不要贪心气，我关心我的心态有保持慈悲心吗？哎呀，我教我家走到什么所在洒洒甘露水，做个烟供，对不对？念阿弥陀佛，对着风吹吹吹，这样念彼台水变甘露水，咱来无用，这好不好啊？大家来做流浪汉，咱大家都卖有一个执着啊。进一步呢，咱来帮助别人。在佛陀的时代，较起码阁真济这样叫做婆罗门、沙门，因归讲了拿一粒地果，甲冰冻安尼来念，拿一个罐啊，然后人个食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坐咧树啊卡哦，开始修行，修什么？赶紧死，赶紧死啊！世间真苦啊，修苦行外道。所以呢，看卖艰苦的，但是艰苦不是有这个辛苦，艰苦的因是咱的这个心态，咱的心态咧，电脑无明，你就艰苦。所以咱大家拢有一颗心，看是你要想解脱，还是要想执着，安尼啦。所以包括有真侪出家人，有些甲开讲，师傅你甲看，这经要哪去？我讲哇，我袂晓诶，我这就艰苦啊！咱来想讲，要安怎弘扬佛法，要安怎互因合佛，要安怎迄搭鸟啊较快乐啊，要安怎迄搭众生较快乐，蒙阿波较快乐，安尼啊！下回咱办八关斋，直接去蒙阿波，好唔好？家己带一个雨伞，草笠来，咱修完以后，一人。找一个王阿婆念经，安尼啦，给超度。因为你看王阿婆爱想，迄就是我，我就是伊呢。我即马阁活掉，迄王阿婆的名，我改大力的名，安尼。你开始去改助念，所以各位爱了解人生的目的在哪里？那释迦牟尼佛是安怎要制定八关斋？一就是要让你了解者，唔通一直执着在这世俗法。好也善，有读册无读册，生了水也歹啊！你要为生命的解脱、东海主宰来拍拼，所以各位今麦坐咧家足快乐啊！法师轮番上阵，给你开刀啊，给你治疗。但是你起码等于各位去烦恼，安尼啦，各位去烦恼，各位去掠掉诶，所以足艰苦诶。所以因为啥啦？你执着，你不愿意改变，你以为安尼，你就做，你不要随缘啦。心平静，世界就平静。你愈要去甲管，你愈艰苦。所以各位，即卖医生讲啊，你身躯可能破病哦，着癌症爱化疗哦，随缘啦。不要抗拒他。你越想要跟他打仗，迄就愈发作安尼。所以咱佛教徒拢在讲哦，我即卖破病哦，我来忏悔，食素食。念药师经了解空性，那卖个改用迄种个想法过去就是爱生气，今日才安尼，过去就是不准唔甘愿才安尼。再去讲个，我都生气，气温昂，美温囝啊，即马乳腺癌啊，即马肺癌啊，即马咧烧啊，即马你就紧停起来就好啊。念佛、念法、念经、念来世、念天。念戒律有清净无？念众生苦，所以修八关斋戒，咱就咧改变命运啦。改变命运是这个因，自然就迄个果。我今日拢无杀生，我今日拢无食肉，我今日嘛无男女的淫欲，我今日搁咧布施、念佛、念法，这个因种落去，各位，等于搁去检查，搞癌细胞，医生讲休一工，无法做，休，我过去逐工拢休。如果我每天都不起心动念，每天保持很平衡，卖欢乐，它就停了，要干嘛？那你两天、三天、七天，所以有时候跟他讲七天就 OK， 是不是啊？七日七夜修八关斋戒，点灯挂经幡，来奉心念药师咒，升起慈悲心，七天的命运改变，该死的就未死，该痛苦的就好起来。有相信吗？怎么有书本愿？哎呀，不可思议！但是各位绝对要记得，卖将